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小爪花的棒针花样啊。这款花样呢，大家看一下啊，非常的厚实，也很有立体感。这是它正面的花样，这是它反面的啊。其实反面也是可用的，它是双面双用的这个花样。好，花样呢是四行一个循环，起针数呢是三的倍数加两针，示范起了14针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行的织法。第一针挑，接着呢我们穿入左棒针第一针线圈左边的这个空隙里面穿入，我们拉出一针，再穿入第二针左边的空隙拉出来一针，接着第三针左边的空隙拉出来一针，拉出来三针之后呢，我们加一针把线绕上去，然后呢以扭针的方式穿入三针织扭针三并一啊，不太好织，大家呢稍微慢一点脱落，重复这三针的织法，都是穿这个空隙来拉，拉出来三针，依次穿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左边的空隙，然后呢加一针，再将它们织扭针三并一。重复一针两针三针加一针再扭针三并一，好，最后一组。一、二、三，加一针啊，这一针不能忘了啊！再将它们织扭针三并一，好，最后一针呢，我们织反针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行。第二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两针正针，三针的浮针，把线绕上来，反挑三针啊，重复，要把线先绕下去，再织这个两针正针。浮针，重复两针正针，线上挑三啊，先把线绕下去，再织这两针，不能忘了啊，两针正针，线上挑三啊，重复这么去织，最后一针反针。接着我们来看花样的第三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织扭针三并一啊，挑后半针穿这三针织并针，两针反针，重复扭针三并一，再两针反针，扭针三并一，两针反针，最后一组。扭针三并一，两反，最后编针呢也是织反针。第四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两针一反，循环去织两针
一反，两正，一反。最后边针反针，啊，后面就始终重复一到四行循环去织，反面，花样也挺好看的啊，正面。那这个花样就第一行织起来会困难一些啊，就是会比较难穿，那么后面几行呢就没那么困难了。好了，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